1900年，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义和团之乱。在这次变乱中，许多传教士和大批中国信徒被残忍杀害，这逼迫唤起了西方世界的圣徒，使他们极有负担，为着主在中国的行动迫切祷告。义和团运动后，几位对中国教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基督徒领袖，王明道、宋尚杰、倪柝声等人相继出声。